哇塞，小伙伴们，不能要啊！真的是让我感动天、感动地、感动到哭啊！爷爷人可真好啊！今天用100张绝版的阿卡，这些不是废卡吧？不许说是废卡，100张的阿卡，跟爷爷换了这么多的卡包，真的不能要啊！小伙伴们，换了这么多，你们说是亏了还是赚了呀 ？Nice， 这些阿卡很多的阿卡。小伙伴们，阿卡有什么用？可以换东西，好吧？今天又用阿卡去跟爷爷小卖部换东西，这些东西我都要扔掉了，已经扔掉了很多很多了，还有这么多。今天咱们不用这些。评论区打出这个字是天才。阿卡去换，好吧？可是用一些绝版的阿卡跟爷爷去换东西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明天去你们小卖部去买卡包，好吧？小伙伴，你们还记得爷爷小卖部吗？你们希不希望爷爷小卖部倒闭啊？我不希望爷爷小卖部倒闭。今天我用100张阿卡，没错，是一百，错了，是一百，错，没错了。是用100的绝版的阿卡，5年前的超级绝版的阿卡，跟 S 阿卡去跟爷爷去换卡包，好吧？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卡是多么绝版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别小看这些卡啊！虽然都是阿卡，你们肯定没有吧？这些可是超级绝版的阿卡，你们说是亏了还是赚了？咱们去看一下里面的卡。今天咱们就用这一本卡子里面的东西跟爷爷换卡包，好吧？小伙伴们，你们会喜欢爷爷小卖铺吗？爷爷小卖铺倒闭了，你们会不会答应啊？来看一下这里面的东西，千万不要小看这里面的卡哟！哎，很多小伙伴们看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不就是废卡吗？小伙伴们，这些都不是废卡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这些是废卡吗？这些可是绝版的卡呀，好歹也是5年前的卡呀，5年前的超级绝版卡。所以啊，这些卡的话也不算是废卡吗？小伙伴们，你们说这些卡是废卡吗？小伙伴们，咱们今天又来到爷爷小卖部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也不希望爷爷小卖部倒闭吧？好吧，今天我们让爷爷开心一下，一定会开心吧？你们说是亏了还是赚了？用100张的阿卡，这些都是绝版的阿卡呀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有这样的卡片吗？如果你们有的话，千万不要扔掉，这些都是一些绝版阿卡。你们说会跟爷爷换，爷爷会给我些什么呢？好吧，现在已经在爷爷小卖部了，咱们给爷爷看一下。爷爷，给你看一下，这些都是我收藏多年的宝贝啊，都是一些绝版的阿卡，看看能换些哪些卡片。你好好的看一看，这里面100张都是无标的绝版卡呀。兄弟们，爷爷说随便拿，大气啊，兄弟们。小伙伴，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你们希不希望爷爷去你们的小卖部去开学校去开小卖部？小伙伴们，如果希望的话，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呀？爷爷说这些卡他非常的喜欢，哇，他要了，可以换很多的卡包，好吧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能换哪些卡包吧，小伙伴们，帮我看一下，是亏了还是？小伙伴们，现在爷爷哇给了我这么多的卡包，然后这100张阿卡，小伙伴，你们说是亏了还是赚了呀？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你们希不希望爷爷小卖部倒闭啊？你们喜欢爷爷小卖部这些东西吗？喜欢吗？你们喜不喜欢爷爷的小卖部？你们希望爷爷，我们跟很久没看到爷爷了，小伙伴给爷爷一个特写，小伙伴真的爷爷真的年龄大了，不容易开个小卖部，你们会支持爷爷小卖部吗？好吧，今天咱们支持用100张绝版的这些阿卡跟爷爷换了这么多的卡包，好吧，小伙伴们，爷爷我回去拆卡了，咱们明天再见，好吧，我会看来看你的，爷爷人大气啊，也好，爷爷真是个好人呀，哇，小伙伴们，咱们现在这么多的卡包，咱们回去拆卡吧，哇，这太多了吧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我是亏了还是赚了呀？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啊，他说爷爷多大了？爷爷这么大了，爷爷今年已经80多岁了，再过几年就是90岁了，80岁了，真的很不容易啊！爷爷小卖部真的不容易，这么大年龄了还开小卖部，真的不容易，真的非常的不容易。有时候还坐火车去拿货啊什么的，非常的不容易。小伙伴们，好吧，今天换了这么多的卡包，爷爷还送了我很多的那个豪华还有经典。小伙伴们，爷爷还给了我一张这么大的卡，小伙伴们这么大的卡，你们见过吗？好吧，离家哥保佑，小伙伴今天。咱们开始拆卡了，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明天我去你们的小卖部去买卡包，好吧？哇，这么多，这里面全部能出欧阿卡的哦。好吧，先来一包幸运帽。小伙伴们，爷爷小卖部倒闭，你们答应不答应？不答应，不答应，不答应！爷爷小卖部我已经开了快1年了，真的。好吧，下次我们去清空爷爷的小卖部，好吧？你们想看我清空什么？这个不要，透明卡我不要，好吧？哇，一张。电视卡，这张电视卡我也不想要，已经重复了。这张泽塔还挺帅的哟，哇，小伙伴们，这张泽塔奥特曼，哇，泽塔哇蛮帅的。好吧，透明卡我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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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。好吧，再来一包，来一包星辰吧，看看星辰能出什么好的。来，都拆几包吧。好，看看咱们星辰能出什么好卡，好吧。背景卡，哇，一个小金人，小金牛，来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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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透明卡不要不要不要，哇，又是一张银河欧尔卡，还非常的不错呀，哇，小伙伴们，这几张欧尔卡还是非常帅吧，透明卡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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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吧，小伙伴们，咱们再拆几包豪华吧，宜家哥保佑。
一张 SSR 卡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